好了，这里是2017年秋季赛预选赛，我是今天解说白乐，我是解说之宁。那么这场比赛马上为大家带来是 DR 对阵 SCBO 赛的第二场比赛 ，SC 现在1-0小比分领先。对，刚 SC 的阵容确实非常有趣啊，拿出了干将莫邪加芈月的阵容，对，确实版本强势两个最强的中单都给他们拿到了。是，我觉得刚刚那场比赛我们只能说很酷，如果是没有看的小伙伴啊，麻烦翻到上一集去看一下。那么我觉得这局有可能会更苦，看双方的一个班人。这边的话是先拿了关羽，常规一般，阿珂和芈月会不会再放？好，干将肯定是要被搬掉了，还是搬？不过第二这里是蓝色方，但是干将还是不好守抢，所以还是搬掉吧。对，其实中单在一楼守抢是有，但是不多的。对的，看一下阿珂也是被搬掉，那芈月要不要搬？包括花木兰老夫子要不要搬，还是针对一手中单，现在可以搬的点实在是太多了，想搬的也太多了。嗯，比如说上一楼上一局比赛第二这边在二班搬掉的庄周，其实也是他们比较怕啊。关键是芈月啊，别放啊，又放了，放给 AC 这边，你搬不搬？你不搬我一楼拿。是的，然后 AC 要做决定，搬一个上单曹操，果然芈月是被搬掉。看一下第二这里的首选花木兰，还是要抢手上单，毕竟曹操被锁住了。对，看一下这里 SC 要不要拿老夫子。哦，要先把达摩拿下来。其实花木兰现在边路优先级一直很高啊，但是在一楼拿有时候还是有些冒险的。这个冒险点就体现在辅助。是的，你比如有时候你没有办法把东方太一一起拿下来，对面拿的话其实会限制很多你前期的一个这个节奏一个发育，因为其实面对东方太一，你抗压任何一个上单都不太好拿，其实不光是说针对这个花木兰啊，特别是在线上能够跟你打到四级的时候，其实东方太一他自己在线上升到四级，然后东方太一能够进到你怀塔里面打一个月塔，其实基本上没有上单能够扛的。是的，看一下 SC 这里选了东方太一和老夫子，非常强势的上单英雄。英雄。第二这里拿一手杨戬，再补一手诸葛亮，哎，果然是要抢一下法师的。诸葛亮还是在二楼先拿下来，大爷的话也是先顺下杨戬，老夫子应该还是一个边路，应该还是一个边路啊。但我们现在说双方的 DP， 我觉得还是思路比较常规。看一下 SC 会不会给我们一点这个惊喜啊，这边的话还是稳稳的拿下王国国，不想放给对面的王子。看一下，咦，还是把诸葛亮换成了马可波罗，还是没有拿，还是拿了马可波罗。看 SC 这里怎么选择，很常规啊，这一套硬碰硬啊，这个有点双方阵容拿都还算稳。辅助拿下来之后，我感觉第二最后一手是再补一个张飞。中单的话，其实诸葛亮如果对面没有拿，他们有可能会选。而诸葛亮是在他们这道阵容里面，中后期一个发育马可波罗在。果然。还是拿掉了，那就不出火舞也行。对，现在诸葛亮是放给 SC 看，第二最后两手是怎么选择？要拿一个，要拿不知火舞。选手牛魔做辅助。哦。张飞还是牛？张飞，两个人在考虑，都可以。其实，我觉得张飞可能稍微，张飞稍微好一点。大肉嘛，毕竟是。对，起码张飞是那种被东皇太一按到之前能够反手开一个大招出来。哎。这样开出来的话，起码自己还是在。是的，拿了一手不知火舞。中单也是稳稳的拿了不知火舞，最后一个的话剩下一个射手还是边路打野吗？拿一个双法阵容吗？哎，这个就有点跳了。是的，这个也有点跳，但是比你那个还是好一点。好，那现在阵容选择完毕，看到第二这里应该还是比较常规的阵容啊。前面三个前排保一个不知火舞和马可波罗发育输出，对，有什么问题 ？SC 这里的话就是一个双法阵容，露娜，可打野，也可边路。他们这个分路的话，应该还是达摩去打一个打野，应该是老夫子和露娜双边路。达摩的话确实没有办法在线上打呀，这样。然后换成一个进化，怎么可能露娜是打中单呢？带了一个进化，
我觉得有可能。还剩五秒，这个进化没什么意义。让诸葛去打一个边路。其实也记得之前仙阁给我们带来的边路高渐离，其实思路也挺新颖的。好，那么现在也是来到双方对阵的第二场比赛，最成功的龙骑士，只刷掉率最低的那条龙，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先呢，这个请做好准备。两边选出的阵容来看的话，第二全军出击。AC 的话，这次拿出一套双反。达摩露娜带了双手机，但是应该是露娜去打一个边路。亚洲陆地这个位置不太好进攻开，其实多情是能够带着队友去骚扰一下，我觉得是没问题。啊，果然进来了，那这样的话这个位置是能抢的，毕竟双手机啊，有这个三 buff， 这边是有这个三 buff， 直接拿到杨戬，这边是距离不太够。就来骚扰一下张飞，但是却守不住这个位置，有时候能走应该能走，队友都帮忙包了过来。老子过来打到一个人，小白龙。看一下东王太一是在啊蓝方这里野区反野，东王太一因为前期很强嘛，基本上四级之前就可以上线 gank 了，所以呢就是打得比较凶一点，对方也拿他没有什么办法。看到现在中路这里东王太一是回到自己家区域了，但是配合诸葛亮一边夹击的话还是没四级，主要是诸葛亮这个血量太残了，没有办法去打，还是得等一个等级。对的，对，他不知后一扇他可能就要狗带，要狗带。这个东王太一其实基本上在前四级都是在这个野区里面，变成中路，现在开始轰入大乱斗了。三的一波抱团其实没有什么意义，马上是升四级才是最重要。现在双方呢，说的话是一个达摩，看来先到零四级。最成功的龙骑士拉出来，最后一下直接闪现带走，空山收下一血，一波单杀。这个位置自己也是能走了，东来就在旁边，达摩安然找到了一波机会，直接把将军定到了墙上，可惜伤害就差最后一点点，一个 CD 好了，只能顶上之后补上一发。An ally has been slain。保证只能打吧。An enemy has been slain。还是，因为苏兰做得很好，换进去的人太深，现在来说的话，三级的人头领先 ，AC 的话是领先了1300的经济，暴君还是没有动。嗯。状态一低，进来一个红啊！我的天，阿波罗很心碎，听可是心碎的声音。白德已经整个人都不好了。红 buff 倒地的声音就是马可波罗心碎的声音。啊，人吸到，这边的话是有机会的。杨戬伤害反打一套之后，杨戬太狠了。但是中路的话，是不是带走了马可波罗？但是笑笑这里的位置不太好，也是被老师带走。心碎了，我很。嗯，这个马波说没拿到红我也不想活了，被空山定了，直接走掉，想活也活不了。已经领先了五个人头的 SC， 现在经济差距拉开了2600。再往后打的话，其实他们现在就差一个推塔，推塔的话，其实入侵也会更舒服一点。是的，塔推掉一个是这个进野区的视野会更好。哎呦呦，上路露娜一丢丢血，最后一个小兵哇，跟上来看到那个小红点了。这露娜真是心好塞啊，心塞塞。这个小兵实力单杀，这个人真的好狠。所以说，瓦张威是反向好吃大，只刷掉率最低的那条龙。抢人头了，杨戬说不开心，要抱抱亲亲举高高。杨戬回头打小兵去了，让你们抢我人头，刚刚是谁抢起手？看一下下路黄狮子和花木兰的位置。嗯，啊，这个斗琴基本上就是住在对面野区，天下野区是一家，你 buff 就是我的 buff， 我的 buff 还是我的 buff。啊，被安然拿去了。进来要按了，先把二技能放了，细节仍然是不错的。你的话直接钉到墙上，老夫子收下这个人头。张飞因为没有大招，也是。还很久全，阿纯的话，杨戬放完自己大招之后往塔下缩一波，马格罗这波伤害不错，找到机会一波反打，越塔越出事情来了，二换四的一波团灭，几乎是团灭，剩下了一个没有赶到的露娜，赶到了说不定也要死。
杨戬是等到自己大招 CD 好了之后反身打了一波，跟自己的射手马可波罗各拿一个二连击后很舒服，防御塔推到不要紧啊，这个能反推一波，包军也不打，这局双方铁了心了。我刚说了什么？好，请倒带五秒钟啊，那双方这局呢都一定会打掉暴君了。对的，第二现在就过来把这边暴君打了。对，第二打的也很快哦，马可波罗的伤害。开玩笑，这个开玩笑，其实现在暴君这个就是一点点经验和打可。如果看张飞一个大吼出来，花木兰血很残，我张飞还要跳。哎呦，这个张飞很调皮哦，凶啊，真的是把自己张飞把自己用玩世不恭的那种花花公子的态度在这个时候展现出来，在赛场上面展现的淋漓尽致。你看追老夫子追了多凶，哎，一边追一边喊老小哥哥不要跑。小白龙，这个一把皮子，嗯，这个塔守住啊，不错。这个防御塔的话有点危险，想要拉一下，这个防御是没有大招的，被钻到了开启二技能后撤。阿波罗没有深追，空山老夫子说大招 CD 就好了。看一下，慢慢的开始一波团灭啊，月塔的那波二换四，那个东皇太一被发现了。其实月塔那波二换四对他们来说还是算稳了不少。对，哇，你敢信又被东皇太一抢了？刚才一直神之二技能，听那是心碎的声音。马可波罗表示不服，是的，马可波罗这局打完之后要回家开个自定义啊，怒打五十个红 buff， 打不满五十个午睡觉，今天真的是。看一下上路草丛，哎，抓到这边的空山，空山反身就是一个大招定住，你以为我没有队友？哎，我有个没大招的队友，啊，想一想打不过，哥，哎，手上没大招，我有一丝血了，将军这个二技能，一丝血差一点点，东皇太一是来了一波一换一啊，上路好险，差点是一打，看一下，里面的话一技能重剑闪现，伤害打得不太高，红豆的话这个一丝血伤害比较多，能够换掉很凶啊。马可波罗这个时候已经丧失理智了，因为自己连续丢掉了两个红 buff， 报仇的这个怒火已经充斥了他的人生。嗯，过来空了一个大，上路这个塔，推的也就迟早的问题。看双方一个经济情况，现在来说的话 ，ACE 已经是领先了1700，1780。几乎是等于是，其实一千的经济啊，在七分钟的这个时间点，这个是正儿八经说的，几乎是在等于是持平，几乎没有区别。因为这个经济点你不可能说是全部在同一个人身上，再这样分散下来的话，其实就几乎是双方对位就可能差一两百，没什么区别。看一下东皇太一直接是大招压制，哇，这个东西怎么这么能回血啊？还没有死，东皇太一还是死掉了，被将军最后冲下来。补了一套大招，然后之后是仍然打了一个一换一，九兄这边也是被换掉，位置不太好，被大王找到了机会。多情确实弱，刚那下清场，而且安然这个位置走远了，收掉人头。双方在这一次的比赛中啊，在第二局的比赛中是八分钟啊，打了25个人头，感觉刚比上局有进步，想要神助攻一下，差点就喷草丛了。这个防御塔是小兵清掉，嗯，但是蓝 buff 应该是被露娜收掉，不过想抢，但是没有办法，对面有惩击，没错。好，这个马可波罗已经是开始在发泄自己的怒火，啊，这个眼睛中有一团火，嗯，啊，正在燃烧。看一下上路的话，杨戬来清一下兵线。现在杨戬是属于800里外看到兵线。啊，就先来说了再说。没错，二技能晕到一套标准连招上来的这个老夫子的二技能全部挡掉了。看一下，大招定住，大招想走没门。但是杨戬大招还有没有？老夫子一棒子插住，但是发现队友太对手太多了。对的，哎呀，看到杨戬这么刚，就知道他肯定是有援军啊。那老夫子实在是太稀罕了。对。你们太稀罕，你形容词，你这个形容词也很稀罕。好了，嗯，对，
人再来打油清，他们慢慢的 AC 开始入侵有点打不动了，其实就是对面一个马可波罗慢慢的开始发育起来之后，其实正常从阵容上来讲，这样一个双法其实对就特别吃灵动的一个发育，能换掉多少人头，但自己有没有大招能逃命走掉了，如果就要被留下一缓一跟对面的 C 位射手说话，应该这个缓一缓能点一下吧，这个哦哟，这个大招是定到了笑笑，多情进去直接两定，绵绵这边也被定到了，诸葛亮大招应该是要被挡，对，果然两定回来挡一下，但是仍然是没走掉，被动飞上去烫死，诸葛亮大招没有刷新，但是仍然是斩获了双杀，是的，将军已经横扫千军了，这是一个双方中路 carry 的，过来闪现好凶啊，将军这一波虽然距离还是有点不太够，因为空技能自己已经没有能量了，诸葛亮这个大招连的有点歪，这个应该是想要连下不知火舞的，是的，看一下马可波罗的位置，点一下诸葛亮，暴君其实已经是有机会能打了，现在是一条黑暗暴君，其实对他们前期的帮助还是有，好了，九成慢慢的开始要来到自己的一个尝试期。马可波罗一旦是正常发育好了之后，其实 AC 这套阵容，说真的，正面刚还真的不好打。是的。其实不太好扛。马可波罗只要说是在团战中的位置啊，不要那么俏皮，不要那么调皮。基本上是团战会挺稳。啊，对在墙上。打出来。在杨戬的位置。打了一套老天上一个大招。杀住了，没命逃了。毕竟对面两个人，对，天下无双。这句话语音是怎么来着？突然一下踌躇了，这个话就在嘴边，没有办法帮到你了。起来的话，再把蓝守一守。其实他们这局的话，野区掐的，我觉得 AC 在这种局势中啊，打得很激进。啊，就是瞬息万变，不知道下一秒谁就上来给你刚了，直接压制，看一下诸葛亮，但是他们大收的时间还是可以，这个话花木兰是有机会的，达摩跟上来，但是达摩没有大，看一下中路，是双方的一个装备情况啊，我来看一下马可波罗这边出战是比较常规，应该不投入的话也是出到一个回血符在身上，没错，回血血晶。杨戬这一局出的是一个儿童套餐的，其实现在已经见得不多了。对的，花木兰也是出的一个偏凶悍的出装，是先出暗影战斧，再出弱装。诸葛亮这边的话也是一个比较常规，冒着人出来，王子的装备这局真的非常好。过来直接按到花木兰，花木兰这个位置被达摩收掉人头。王太一这一按是完美的体现了为什么这个英雄打花木兰这么好打呀，剩下一丝血的九生，自己队友的话是被留在了后面，闪现后撤没有死，但是花木兰进场输出血量很惨，瞬间被秒，杨戬有一口一技能咬上了，想要杀两个没有杀到，黯然剩下一丝血，杨戬是放完自己所有大招之后一技能最后补上来，好了九生回来一个大招，我有这个是有一个这个名刀在身上，是的，挡了一刀，挡了一枪啊，这个是挡了胸口，阿纯很凶，上来三连大招扫出来，带走，带走，哇，这把一枪好厉害了，猛啊，被锤走了，但是好想收啊，这个人头毕竟是个残血，但是杨戬别把自己往上拖了，哎呀，这个一技能还是准的，是，妥妥的，很准很准，一晃沾了牌，确实，看这种残血，要是我就上了，哎，忍不了，不能忍。九生在刚刚自己的这个装备挡量伤害之后就马上换掉了，哎，他上8300应该是不一定买得起，看现在回头来打一个暴君，现在说第二慢慢的拖到了阵容的一个尝试期，还是那句话，马可波罗在正面的团战中走位不要调皮，这个团战是稳的，基本上本身是虽然对面有一个像卢大将特别灵活，而且是能够刚跟你刚正面跟你牵制，但是马可波罗这个时候输出其实没有人能够挡，关键还是多情这个大招，我觉得基本上是管不到后排了，你最多就管一下花木兰，谁上来你按谁，保护一下自己家这个中单的一个输出环境，
基本上就已经是很难。没错。进来，定墙也留到一个，啊，这边杨戬直接被秒了，正面还想要反打，又是一个大招按住，这边控制好多啊，两个边路都倒地，这一波的话有点难。看一下边路的位置，这一波 FC 气势如何？很有可能推掉高地塔，因为不一定，他们没射手，对的，不好说。这边有个马可波罗收一下，哎，这边马可波罗。大招刷出来，他是及时的开了一个这个这个二塔，还是很有机会的。马布罗刚刚是及时开了一个红苍穹帮自己挡一下，不然的话伤害肯定不止吃这么一点。嗯，啊，复活，啊，回血当满血出来。消费是有大的，分分钟就要开了。打得很凶，嗯，正在被攻击。而且林豆这局基本上是没有太多失误，这个露娜基本上是没有断大，团战中。不怕对面拿露娜，就怕对面露娜不断大，这个是对的。这个技能没有养到，老子在下路，一个人带下路线，出现了江湖上最可怕的四一战术。投一下，正面打不过，还能偷死你。啊，下路有人守，我就带中路。咱们现在兵线不是特别好的，其实本身自带前锋消失之后啊，没有射手上高地，其实难如登天。是的，怎么打呢？就是让多星上去慢，我觉得，但是慢你还不一定能推掉啊，就是最少的，万一坏了一波团灭，塔还没推掉，这个就尴尬了。哦呦，这个偶遇空山带走了，偶遇一个散步空山呢、啊。红山说这一片的风景不错，我想来看看。突然感觉到旁边的一片草丛有动静，镜子还没说出来啊，就被冲进来几个大汉，直接围殴致死，还要腿、啊、AC 头铁就体现在这里，少人也要给你，少人也要给你打，反身按一个，这边是要掩护队友后撤吗？当然不需要，直接进来强高，还换掉了一个敏感性，打了一个一换一，中单两边中单互换了，这边九成剩下一丝血，林豆在冰九成的位置，这边杨戬二连击破 AC， 这波只能后撤，减员太多没有输出了，看一下拍到墙上，这个老达摩要死了，卢达这边在追这个射手，没有追到，还有林豆。嗯，哎，想杀二技能没机会啊，但是二技能没吸到，刚是给自己加了个盾，血量瞬间变多了，看一下第二这波操作，红山表示这边风景不错，过来看了一下，但是老夫子毕竟是二技能嘛，对，带个二技能其实老夫子就可以套了，是老夫子这局出的装备很肉啊，嗯，这是一个打团型老夫子，这局打的两边都输不好，不好说，感觉第二也很有机会。对，其实马可波罗到这个时候他的发育确实太好了，而且对面多点法师，马可波罗最后一件复活甲明刀都不出了，一把魔女斗篷，一件魔女斗篷披在身上，那也是就变成了一个魔女小公主，毕竟对面有个诸葛亮和露娜，这件魔女斗篷也是挺赚的，对，我总感觉魔女斗篷不应该是一件女装吗？嗯，你想象一下马可波罗披在身上是什么样子、嗯、本来马可波罗发型也是这种感觉，而且应该是那种比较淑女型啊、嗯、就是你想就魔女斗篷、啊、听上来像一件法术装备，没错，你像一些壮汉、啊、比如程咬金这种英雄穿在身上不应该感觉会很违和、嗯、我感觉脑洞比较大、嗯、我们看诸葛亮这边包后了、啊、看一下中路清一下兵线，其实这两边打的 ，SC 虽然是有经济优势在，但是林豆被杨戬单杀了，中间团战 SC 这波要崩，有机会，难打了，直接推回来，二连击破，将军这局发育实在太好了，对面团战打不过，闪现再留多兵，反身一个大招也只是徒劳，对面一波零换四的团战。第二的话，这波要一波进来 ，SC 难守，只剩下一个。孤胆将军啊，哎，要把这波高地塔推掉，闪现进来拿命的话，这个也很难的，难了，这边要一波了，我们攻取第二，扳回一分，现在是一比一。